近日，据韩媒报道 ，Vogue Korea 和 GQ Korea 宣布他们将合作防弹少年团，推出特别版杂志，成为韩国版 GQ 和 Vogue 一月刊的封面人物。两本杂志在12月6日分别公开了一月刊的预告片，同时还公布了杂志封面，让大家看到防弹少年团成员们气势非凡的气质。本次的杂志封面展现了防弹少年团每个成员的不同魅力，非常赏心悦目，让粉丝们印象深刻。网友纷纷表示都好好看，花豹好好看，照片拍得好，为救国真的颜值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一个个都好帅，视频太棒了，图片也很棒，金泰亨真美，真蜜太上镜了，喜欢防弹少年团的封面，防弹少年团美呆了，这是人类该有的美貌吗？跪舔 BTS。据悉，本次拍摄 Vogue Korea 将有3个封面， GQ Korea 将有8个封面。根据社区帖子公布的时间看，该杂志将于韩国时间2021年12月10日开始在线预订，一月刊的线下销售将于韩国时间2021年12月21日在线下书店开始。此外，防弹少年团的画报和视频也将通过 Vogue Korea 的 Ins 和 YouTube 频道一次发布。爱豆韩语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